两块，两块，就两块。菠萝蜜啊，其实这种场地啊不值钱的，就是被有些坏人收走啊，转手卖给你们啊，就十多米一斤。所以啊，我决定今天自己卖了，就挂下方小红车。看每个果肉啊都这么金黄的，如果啊你看着有食欲的话，来我直播间，几十米啊给你发，糖满一大个呢。